同，自立一般。我们厌学导师、导前人、前人老，度化众生的苦心。所报告的以及你们所表现，荣幸呢，或许又有这个机会。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大台北道场，不过呢，要真说真正的，要能够有机会来到中立啊，跟各位请安，跟各位问候的机会也是一年没有几次啊，没有几次。那这一次呢，我们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我们千人慈悲啊，可以说呢，一直的在关心的我们，一直的在惦念着大家。我们千人也时常讲过啊，可以说呢，全台湾省有关之下有36间大庙啊，在千人有关之下呢，这个佛堂呢有好几千的佛堂，全台湾省有好几千的佛堂。真正如果一天要住一间佛堂的话，有时候千人这样想啊，应该啊，每很多的佛堂都有准备我们千人的房间，是真正我们千人属于我们千人的房间。那一间房间只有用过，可能只有用过一次，就是呢我们在开设佛堂的时候，我们请千人去过一次。再来呢，我们都是呢不敢再动用那间房间，就把它关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人慈悲呢，也有讲过啊，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呢，到每一个佛堂去住一次，住一天，住一天，那可以说呢，能够在那一天当中啊，又好像呢团圆。好像给大家一点温暖，好像我们能够也有属于一天啊，让我们呢能够啊承欢膝下，能够享受到这一点天伦之乐啊。但是呢，确实上呢也不可能这样子，因此千人慈悲呢啊，也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今天这样的方式啊，这个方式也是我们千人自己想的啊，不是说某某讲师来建立。在最近有一次啊，或许陪着千人到高雄去的车上啊，那我们千人呢，因为在那一次坐的是火车啊，因此就比较平稳，时间上也比较长一点，在车上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来看一看呢啊，就想到这一场事情啊，就是说千人呢利用不是假日，因为确实这个假日呢啊，各地区的讲师班都已经占用了，因此呢也只有利用不是假日的当中啊，前天来这边讲师班，紧接着呢这几天就能够呢啊分区来巡视啊，让我们能够也有机会啊来在这个半天当中呢，虽然也太短暂，我们感觉上呢太短暂，因此前人早上今天到桃园去也说啊，好像每一样都很好，不过只有一点遗憾，时间太短，是不是各位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太阳呢也是快要下山，因此呢。我们在这样的这种时光当中呢，我们感觉到我们非常的幸运，非常的温暖。那我们在中立地区啊，或许啊有这个，好像在或许的印象当中呢，有几点的特色。第一点呢，我们中立地区的讲师啊，不管是这个社会界的中日班的讲师也好，或者是呢我们学界的这个负责人啊，讲师也好，到台北去开会，都是最早就到中坛的哈，都是最早去的。那回来呢，因为地方员呐、啊，相信呢，他们回到家里呢，也是最晚一个回到家里来的一个啊地方。因此呢，我们中立的讲师呢，可以说呢，在这一点应该是很负责任啊，都比别的地区呢要早到。而且要晚归，而且地方又是最远的一个地方。那第二点呢？啊，我们中立地区的讲师啊，啊，尤其前面这一些中日班的讲师，啊，很团结，很合作。怎么可以证明？就是说啊，每一次千人来到中立开设佛堂，开设佛堂的时候呢，啊，可以说中立地区的前面的中日班讲师，全部哈、啊，通通都到场，通通都到场。所以这一点呢，也非常难得。表示呢，我们中立的中日班确实呢，很照顾的大家。第三呢，啊，或许也曾经听过，啊，这个是前人讲的，啊，就是说啊，啊，很多的中立的中年界，啊，很多中立的中年界呢，时常称赞呢，我们这一些啊学界的20几岁的他们这些讲师，啊，好像呢，虽然他们年纪很小，但是呢。很好像很懂事，很照顾，啊，最让我们台北很多道亲呢，大家所敬佩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立有一位林讲师啊，好像去年归空，是不是？前年哈、啊，前年归空，结果那一场事情呢，好像我们中立的可以说啊，这一些大家道亲讲师呢，好像大家都是很尽心、很尽力啊，很感动的。
就是说很感动的这个年讲师的他的长辈啊，好像很感动，受到这一层事情也很感动，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来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前人讲到了，我们道场呢，应该呢要大家呢敦亲睦邻，大家守望相助，这一点呢，我们中立地区呢可以说做得呢很好啊，做得很标准。我们这个论道场的成功，论道场的成败，不能够以人数啊，以佛堂的多少这样子来论，这样子是不公平啊，这样子是不公平，因为呢起步的快慢，都市的大小，这一点呢是没有办法。不过呢，我们在精神上，在内容上，我们可以说拿得出来啊，真正可以拿得出来。所以我们只要呢秉着师尊师母的大德，秉着我们老千人千人呢这办道的宗旨，那大家呢可以说互相的照顾，大家很尽心尽力的话呢，那相信啊我们前人所安排的话，所计划的这个中医日班，我们确实非常成功啊。尤其从今天各位前人的报告当中，我们看到中日班，看到医日班呢，大家都是这样的郑重其事，大家呢真正的好像呢啊互相的都能够很了解，都能够很关心。可见我们中立这个地区并不是说我管我的事情，你管你的事情，确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中年界，也有社会界，也有客家语，也有闽南话，也有学生，在这样的一种道场当中，我们呢大家彼此的这颗心呢，都是秉着天心，秉着师尊师母的大慈大悲的心，也秉着我们前人老前人的爱心来照顾着大家。因此只要我们呢在这个法会的人事上，刚刚前人也讲到了啊，一讲到这个法会呢，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歉疚，因为呢我们时常在很多刮风下雨的日子当中让各位可以说呢在加油站那边从7:30往往会等到8:30也可能呢这种事情呢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利用这一点机会呢跟各位抱歉非常抱歉，因为确实我们很多疏忽的地方让各位代班的讲师呢可能因为我们的失误了半个小时，让你们在那个半个小时当中呢要多会见很多很多的话来留住我们的班呢，也因为那个半个小时的耽误呢，让我们的班呢回来我们要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再跟他解释，再跟他澄清，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我们以后会注意会特别的注意这一件事情会特别这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借着今天可以说能够来到随着前人的圣驾来到中立呢，可以说让我们也能够有这种朝圣这样的一种心情这种心情也很感动，也很感激。可以说呢我们配合着整个我们大台北的这样道场的运转，所以说我们中立地区呢一向都是好像是学校的模范生一样从来没有让我们前人好像担心的什么事情，从来呢所听到没有好像在我们前人耳朵都没有听到有什么杂音让我们前人来烦恼来担心的，通通都没有所听到的都是称赞都是额乐，都是夸奖所以这一点呢可以说好几年来都是这样因此刚刚韩良师也讲到可能就是说我们中立这个地方民风淳朴我们这边客家人的地方大家很勤俭，民风淳朴，而且大家呢能够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关怀。因此相信有这样的基础，在今天我们千人历年圣驾光临呢，还有几位两禅师呢来跟我们慈悲，我们借着这样的一种气势借着这样的一种气氛我们再把它发挥下去利用今天的这样的好的因缘我们好好的把这种热气把这种的爱心再好好的推广下去相信我们以后不但是在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这种数量上也能够很快的有一个成长，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上到我们的法船，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来享受我们道场的温馨与温暖多谢呢最后再一次的非常的来敬佩各位，非常感激各位，非常谢谢各位，谢谢。
谢千慈悲有这个机会啊，追随前人圣驾来到我们中立地区。这个中立地区啊，以前或许曾经在这个中立的地方啊，4年2个月的时间啊，跟随这个刘讲师在一起工作啊，就说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大家来都是可以说是都是讲师坛主。那么今天大家都非常诚心，而且有这个机会，我们千人非常苦心安排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哦，千人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本着我们追随千人哦，这个永远修道心，我们好能够继续，我们能够去修道，哦，这千人老曾经讲过，我们要以天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么以我们前人修道办道的原则为我们修道办道的原则，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分忧代劳，我们能够尽心了愿，哦，这是我们大家从今以后我们大家互相共勉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立地区，我们有学界还有社会界，哦，不像这个我们桃园只是社会界，哦，所以我们这个力量应该是相当的大，哦，希望我们能够发展我们中立的道路，哦，希望我们能够加强，我们能够努力，哦，我们能够跟随我们前人的领导，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好能够继续的修道办道，哦，这个或者一向这个口才都不行好，哦，那么就只有这么个几句话，哦，祝福大家我们能够道路更加的宏展，哦，大家身体健康，这个前途光明无量。谢谢各位。各位莲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大家好。或许呢，很荣幸呢，今天呢，随着前人的圣驾，来到我们中立呢，说啊，觉得呢非常的高兴。啊，首先呢，要感谢天师的，感谢呢我们老前人千提拔。感谢前人呢，今天呢也或许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呢，跟大家结一个善缘，啊，也感谢呢各位前贤的厚爱。今天呢，啊，可以说呢，能够或许呢能够来到这里呢，看到各位前贤呢，啊，那一种啊道气蓬勃，那啊可以说对这个道务呢办得那么好，感到呢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呢很多，所以呢。看到各位呢精神呢啊那种饱满容光焕发呢啊，这就是我们的前人呢他老人家的那种大德啊，我们老前人那种卓越的啊领导，也可以归功于呢我们这个天人师德的浩大，我们老前人呢那种人格的那种感召，才有这份的祥和之气啊。各位坛主呢，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大道场的一个啊栋梁，好，假使呢我们这些呢大道这一些道场呢没有这些坛主呢，也就没有办法办得那么宏展，所以呢我们呢每一个人啊都是像一家呢一间房子的啊金刚架一样，那我们前人呢就像我们的大家长，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追随我们前人呢实在太幸福了，好，所以呢前人这是前人呢他很久很久以前都在期望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常常跟前人在一起，前他老都讲说你到各处办道呢，他们那些坛主好吗，讲师都好吗，我觉得说，哦，我总是禀报前人他老人家说都很好啊，他老人家呢可以说呢今天达到这种心愿，所以他早上呢在吃中午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说能够见到各位，你想看看我们前人呢就像我们的慈母一样那么关心那么惦念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做了一的坛主呢，我们应该呢不要啊辜负前人的期望，我们大家呢更应该呢同心同德，团结力量就大，哦，能够呢啊把自己呢能所能的呢发挥出来啊，能够呢啊己利益人己达达人，把我们这个道务呢把我们每一坛呢都办得很好，这就是一种啊安慰我们上天老母，安慰我们师尊师母，我们老千千人会更高兴。所以呢，啊，我们大家呢，有一点呢，我们大家呢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尊师重道，好，哦，个个呢都能够互相提携。
这是呢后学呢啊一点点的感受啊，假使道务要办好，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今天后学呢不晓得跟各位讲些什么，只不过是说啊，站在这里非常的惶恐，就是说哈，很感谢我们前人给我这个机会啊。今天呢，祝福各位呢能够呢啊道务弘展啊，以后呢啊那个身体健康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鼓励。在今天追随前人圣驾，我们在道济这个地方见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前人慈悲要后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台北的一些道务。刚刚有几位点传师讲师跟大家鼓励很多，而且呢本地区的中智班还有义智班都报告道务，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清楚，也很高兴。那么在这几年当中，这中义智班的实施可以说是让各位前贤，让各位道亲，在这几年当中呢实在是很辛苦，大家都尽心尽力，才有今天这么一点成绩，能够安慰师尊师母，能够报答老千人千人这种领导的苦心。但是我们修道并不只是这么一个短短的时期，我们的心也不只是这么小，所以前人又鼓励我们要立大志，要发大心，要了大愿。而且呢希望我们立的大志向就如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这个不是口说的，尤其是我们老师的使命，普渡三朝同归根。我们老师的使命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现在有三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点，在先天度化众生达本还原；第二，就是复兴中华道统文化；第三，就是化大同世界。那我们要达到这种理想，相信各位前贤都认为我们目前的成绩呢还有待于我们更努力。当然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呢大家的发心就如同前人常说的，忙得不亦乐乎，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忙得不亦乐乎？那么前人还希望我们将这个道能够代代流传，还考虑到我们道场上还分了好几代，不只是分了好几届，还分了好几代。那么中年界的算是老一辈，那社会界的算是第二，学界呢算是第三，现在又加了一个层次，一届就是青少年界。那么现在青少年界呢，经过我们整个台北区统一策划，成绩相当好。可是在今年，那么这第一届的小天使班就快要结束了，所以预定在11月12号到22号就要接受报名。因为千人他老人家慈悲，所以我今天早上由台中特意赶来参加这个盛会。我刚才也聆听到各位所对于我们中立地区的道场的报告，我可以说不要没有关系。中立这个地区跟我很有一点渊源，因为在民国49年到52年之间，我本人跟着一位陈典师还有一位林讲师，我们三个人在中立这方面办道。那么我也住过杨梅差不多将近1年，所以在这一边的地缘关系我还比较亲切，所以我在这里也愿意以比较亲切的语言跟大家谈几句话。因为我们这一方面都是客家人居首，所以当初我也有意要学客家话，可是因为我52年以后就离开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客家话还并不会讲，但是我听还是可以。刚才听到各位的报告，我感觉到我们这边的以各位的道场来讲，
我们是比较新一点，虽然有几位老坛，大部分都是新设的。我们内部的人才呢也并不足，尤其是刚才前人特别指示说我们法会的人数比例不成正比，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法会，可以说带不出人才来，也就因此我们的道场不能够开脱，不能够开脱。因为我刚才跟你们这个杨讲师啊谈到了，我才了解，就是你们前面的讲师呢比较客气，在正式法会名额分配方面，他们没有为你们尽力争取，你们要压他啊，要压他，他们没有替你们争取，所以我们的名额不足啊，名额不足，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我们这边没有客家法会。我记得当初我在此地的时候，民国50年我们第一次法会，那一次只有30几个人，我们是开客家法会啊，完是开客家人法会，并没有开国语法会。所以我们既然是地缘如此，我们应该要争取我们设立客家的法会，因为虽然大家听得懂国语，但是用客家语讲起来的道听起来特别好听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多栽培我们自己的讲师啊，多充实我们自己的学知，那么我们自己的讲师来带我们自己的人，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样子比较来得亲切。虽然我们中立这方面我们的学界人比较多，当然学界人就没有这个考虑，不必要有这个考虑，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是家庭方面的人，是中年社会的人，在这一阶层的人类，那么他们的程度，一切还是需要方言来解决比较好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在这方面多多准备。另一方面，我也在这里勉励我们大家，我们多充实我们自己的学识。我们待人方面啊，以我个人的感触，我们应该是以仁爱为本啊，有教无类，循循善诱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个人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为我们的后学做一个榜样。我们是修道人，我们自己要代表道，给道能够代表出来，我们真正的做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的干部。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对于道的体认啊，因为我们道实际讲起来不是用文字讲的，文字讲的道都是属于教，真正的道要靠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体悟。我们真正能够给道的尊贵体悟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发挥出去的才是真正道的体用，否则的话我们是以文字来用来应用在道上，这两个境界相差很多啊，这两个境界相差很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方面在这方面多多的去悟，这个是要靠悟力啊。一方面我们求学识之知，一方面要悟道的真谛啊，讲道的奥妙我们体悟在自己的自身，讲道和我们的身心合为一体，然后我们发出去的才是道心，才是天心，才能够所以说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来修道办道。所以修道办道不是靠个人的，所以说我能说我有学识，真正的学识并不一定能办道啊，并不一定能办道。所以真正的办道要就是我们刚才前人所给我们提示的，我们以天命为依归，在我们师师祖祖脉脉相传之下啊，我们有天命的依归，有前贤，有我们老前人跟我们前人的领导，我们在这个天命的复印之下，我们以自己内心的诚啊来接引天命，然后我们才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用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因为
我讲话比较不太客气，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原谅，总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有那么一点缘啊，有那么一点缘，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呢将来为我们整个的中立地区的道路的前途发展，我们现在有这个成果，我们很值得骄傲，但是我们不应该骄傲啊，不应该有成就感，我们应该要更应该要朝着更大的一个目标去第二步的开始啊，第二步的开始，我们有了良好的基础，不难发挥啊，不难发挥，但是这个发挥要靠我们每一个人，要靠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智慧，要靠我们的心灵的啊，心灵的真正的能够去发挥出去，这样子我们以仁爱之心，以循循善诱有教无类的教导方式去领导后学，同时我们以身作则，以身作则，那么我们是乐道自得啊，乐道自得啊，真可以说悠悠然，办起道来就是无往而不利啊，从随心所欲无往不利啊，因为下面有很多很多点灯师讲师，他们要跟大家来谈几句话，也给对于我们各中立地区的道场呢，他们也加以的勉励，我不多占大家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一个机会，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我未曾听的未曾看到的场面和学识，预祝大家鹏程万里，盛业绵绵，身体健康，以后有机会再见，谢谢。